玉里荣民医院发生一起暴力事件，一名胡姓照护员因为长期不戴口罩被警卫劝阻，而心生不满。10月1号凌晨6点多，他到警卫室找人理论，过程中还拿了拖把、塑胶椅、棍棒等物品对着警卫一边叫嚣一边猛 K。警方获报之后，立即赶到现场，把男子以伤害现行犯移送法办。明天还会有人。赵福元拿着拖把攻击人在警卫亭里的医院保全，打得太用力，拖把一下子就被打断。赵福元越打越火大，一把抄起塑胶椅继续攻击。没有完。花莲玉里荣民医院10月1号发生警卫室内保全遭院内赵福元攻击事件，被打的保全上网控诉，根本就不认识这名赵福元，而且这个男子擅离职守，工作时间还疑似喝酒，竟然动手攻击保全，院里警卫被攻击成伤，院方当然不能坐视不顾。我们在医院很痛斥这样暴力的行为的发生，那针对赵福元公司，我们都有依合约进行相关的处置。在第一时间那其实我们也有协助在现场帮两位当事人做劝架然后协助验伤。赵福公司接获院方通知，经查证后表示，攻击保全的赵福元并没有上班喝酒，不过确定擅离职守，又跟警卫发生严重冲突，违反工作守则及法律规定，已经立即将该员解职。至于这名打人的赵福元，当场就被警方带回侦讯。经查，胡姓男子手持工具攻击江姓警卫，造成其脸部双手有擦挫伤。警方现场将胡男带返所侦办。警方表示，赵福元攻击警卫成伤，到场员警依伤害罪现行犯将他逮捕带回警局，侦讯后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